统蔡英文初二不回娘家泡汤发红包，不过给他弄完消毒了啊，消毒消毒。酒精手心手背喷喷喷，想要领红包还得里外消毒过，而且我发送福袋啊，我们不握手也不合影，我们不握手也不合影哈，请大家配合。小英总统亲切微笑发红包，但不能握手也不能拍照，拿到红包不到一秒钟就被随扈拉走。仔细一来看，总统蔡英文身边随扈通通都没戴上口罩。高雄已经有武汉肺炎案例，也引起忧心。总统到高雄没有戴口罩，会不会怕被传染？提到是否担心疫情，小英总统微笑不发抑郁，从屏东高雄到台南跑团一整天，早上回屏东丰港，甚至热情支持者冒雨穿雨衣戴口罩也要来抢红包。早明在台中12点出发，那咯专工那咯要来领红包啊，就先赶洗手啦，无啦，我咧甲因喷啦，甲因服务啦，甲因服务啦，服务啦，服务。整架回家到家，5点啊。为了防堵疫情，还有热心伯伯自备半打干洗手发给在场的民众，就是为了让大家抢红包讨吉利，过好年之余也要防范疫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